都市甲增开学生以环保资源再利用的观念，以及汉阳溪川为主地来彩绘社区，学习团队合作的精神，并且让学生发挥创意来作为，培养社区服务的精神。认识在地文化。今天主要他们一整天呢、都会在进行，就是在台西这个地方进行彩绘。那早上的话，在这边就进行，那下午他会到另外一个地方，会是他们自己设计的部分。登记投入志工训练的文物社会服务推广协会，连续五年来到婚姻关的台西乡举办夏令营，透过环保回收来珍惜海洋资源，嘛透过彩绘来认识溪川文化。彩绘，彩绘，彩绘哦！那你会画吗？会画什么？画小鸟，涂颜色，涂颜色，涂颜色，还有盖这个蛤蟆。学到可就是帮人家服务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多谢学生难得有机会来体验偏远海口地区的渔船生活。增开的学生教育资源欠缺，嘛就有城乡的交流。互相来学习。阮这边遐最主要是用咱台西一挂迄个鹅壳啊，像蛤蟆壳啊、鹅螺啊，啊，搁一挂贝类落去打的。啊，就是最主要就是讲，因为足侪人拿迄鹅壳啊死去啊啥，啊是讲鹅啊破好就乌白听。啊，最主要阮是讲要互遮个囡仔体验迄个贴壳贝、甲彩绘的迄个过程啊。主办单位表示，透过这次夏令营城乡交流。希望我这群青少年学习成长，并且自细汉培养社会奉献的精神，关怀在地文化，认同家己的乡土。赛罗，赛罗，赛罗！记者范宏坤采访报道。